32平北欧宅规划为2+1房2厅的齐备格局，空间色彩以清浅白色搭配温煦木质，保留一家三口清爽舒适的生活步调。在今天的影片中将提出3大设计重点，首先解析如何打造采光充沛的公共空间，其次介绍高机能的开放式场域，最后与你分享圆弧与会传递的柔美氛围。公共空间舍弃既定的隔间，以开放式场域让采光恣意游走室中，同时运用穿透式材质创造入口的端景墙面，空间的光影在这些材质穿梭，营造不同的层次深度。以开放式的公领域为设计主轴，为一家三口创造更弹性多元的行走动线，同时增设双向沙发配置，不以家具形式局限生活轨迹，强化了休憩客厅与静谧阅读区的场域连结。运用异材质的地坪纹理定义玄关、餐厨及公共空间，同时运用圆弧造型收边，描绘简洁利落的场域表情，而天花及立面处也与之相呼应，形塑柔美温婉的居住氛围。炫研设计团队让设计回归屋主需求，利用格局的调整发挥空间本身的优势，在北欧宅内找到最和谐舒适的慢生活步调。